水果塔，虽然本来是只有一个人可以享受，吃完莲雾之后，芭拉就不吃了。哦，你吃到整个汁都喷在盘子上了，胖胖。现在那些都是口水。好吃吗？各位，这是晚上的宵夜。我的馋的太难了，我想打喷嚏。看你们吃我要吃。主角明明就是 BB， 为什么胖胖吃起来那么可爱？可恶吧！是可爱还是可恶呢？果然有人西瓜，其他什么水果都不是。尽管西瓜不甜，只有很多水，对不对啊？你们把它当板凳在塞哦，还可以把盘子塞一圈。胖胖好不好吃？胖胖好不好吃 ？BB 好不好吃？你的红包哎，我不吃了。BB 离席了，哎，你的满汉全席耶，怎么可以离席？电池，没电了。我知道你的柜子里面有。哎，你之后想吃水果的时候才会来找我哟。哈，然后要我给摸的时候都不要给我摸。要我给摸的时候都。要我想摸你的时候都不给我摸。然后要吃东西的时候才会过来找我。是吗？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哈，擦嘴巴啦。不能吃。不能吃脚脚。